安联集团大概成立在1890年，是成立137年哦。百恩德康夫希望他有怎样的好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哦。那最后我们代表安联感谢大家来参加活动，谢谢。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其实意义非凡，习惯性把爱留给自然。正品，然后穿着西装笔挺的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羽球选手李阳。爸爸很热爱羽球，然后就希望把我一起带去羽球场学习羽球。我爸这张照片其实我也是上次才看到，希望把金牌献给爸爸。刺激倒是真不少，一直以来支持我打球的是我最大的动力是家人嘛。向后努力，所以如果真的，那刚好今天见到你，想跟你说个掌声，谢谢。